大家好，我就是百万国际的CEO，我叫百万巧啊。百万国际大第八，前排俩沙发，沙发前面俩果盘，谁动谁挨砸。今天一首变态死亡小惊雷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来圈儿。惊雷是通天修为，天塌地陷紫金锤，紫电它旋转火焰，九天玄剑惊天变，乌云它驰骋沙场，呼啸烟雨遁，多情自古空余恨，我手持了弯月刃，天地沦陷气吞山河崩，大权我手夺，世仙是佛修成魔，我剑出鞘血磅礴，定太极乾坤八卦星象万物命中现，踏惊天大柱拼杀百万之中灭硝焰，九宫八卦尽在我手，刷尽万物山河斗，三魂七魄生死大权由我掌控，妖魔吼，今日虎符在我手，杀尽万物猛龙口，杀忠孝仁义多情，世间万物如走狗，笑看红尘人世间，毕生修炼为成仙，尔等屈服这苍天，我神通盖世数顶尖，功成名就这天地，情只为你而立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此生只求这忠义，埋月持刀杀入军中，只取上将的头颅，只为光复我东吴，我再次踏足这江湖，我大权手中握，我脚踏了云中鹤，说蛟龙乍现群龙尽现，林影之中雪飘，我大有惊险，我